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马桶的傻狗现在又往那尿了啊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，马桶又乱尿了啊！其实他自己知道往尿垫上尿，但就是皮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捣蛋，他又要乱尿。哎，我刚骂了他一顿，你看，不看着我，现在搁那生气呢。不行，我先给他擦一下，然后我再收拾他去，我再治治他的臭毛病。马桶，你还看我，看我，等我把尿给你清理好之后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？信求你，气死我了！你什么臭毛病，这都是啊？你说两个小奶狗尿吧，也就尿，它们小。你这么大的狗了，你啥不知道啊？啊，你啥不知道啊？你乱尿，这是咋的呀？啊，要造反呢是不是？是不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？你是不是皮又痒了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我现在在你心里面一点威望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乱尿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在家里乱尿？呀，你还咬我，是不是？你啥暴脾气啊你？我说你说的不对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乱尿？为什么乱尿？你还就尿那一点儿啊啊！你又不是说憋不住，你真的憋不住吧？你尿的有情可原，你是憋不住吗？啊，你尿那一点，你是憋不住吗？你不是故意的吗？你是找茬呢？你是对不对？是不是想让我收拾你呢？马桶啊，是不是想让我收拾你呢？你咋想的？你的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屎吗？咋想的呀？我真不明白，你想，哎呦，敢嫁呀？小样，你还不服你？你还不服呀？你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给我起来！小样，你要起来，我收拾你！我治不了你了，我哎呀，哇哦！你想干啥？你想干啥？啊？这个时候知道用这个无辜的眼神看着我了？早干啥了？早干啥去了？乱尿乱尿，气死我，气死我！教你定点撒尿，教你多久了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？你不是也能学会吗？你干啥？你不故意的吗？你找存在感的？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用这种方式找存在感的？啊？我要不揍你一顿，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嗯，你是不是找不到东西南北了？你，对你好两天，你是不是都飘了？是不是飘了你？啊，你是不是飘了？问你啊，是不是？气死我！气死我！气死我了！我真是不上我拖鞋揍你一顿，你是还跟我打架呢？反了你了？啊，没说你两句呢，你还跟我打架？你咋想的？啊，我就那么好欺负是吧？我就那么好惹是吧？你再给我张嘴，来，你再给我张嘴。你再给我张嘴，嗯啊，哎呦，疯了你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呲牙咧嘴，闭嘴，你叫啥？你叫啥？我闭嘴，闭嘴，我教育他呢，你搁这嘚瑟啥呢？跟你有毛关系？犯错了不让教育啊？闭嘴，你再给我呼他。我跟你说，马桶，最后一次哈，最后一次，你要让我再发现一次你在家里乱尿，我直接把你给扇了，好不好？你这辈子别想当老公，别想当爹了啊！我直接把你绝育了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啊，自己掂量哈，自己掂量掂量看啊！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哎呦，我说你没，你给我端正态度，小样。哎呦，听见没？长记性哈，不长记性我废了你，气死我了你！傻狗。